好，今日介紹呢盒76036 College Shield Sky Attack。首先啦，多咗隻新嘅黑蜘蛛啦。第二嘢就係有最新出嘅 College。咁當然啦，呢隻 Shield 嘅飛機基本上有好多人覺得冇乜特別，但係呢最特別嘅，佢多咗一件新嘅件，就係呢個咧。看落好似涡轮咁嘅 plane 嘅呢个旋转柄，今次系独家喺呢个76036嗰度先出现嘅。就咁睇呢件件咧，普通元件平面，但系其实佢落咗个 plane 之后咧，令到大家可能做一啲机械啊或者飞机啊之类咁嘅作品嘅时候咧，非常之好实用噶。另外咧，仲有呢个2015年新件，就系一个 shooter。講翻呢隻蜘蛛俠啦，整個係用新漫畫版 Miles 嘅藍本嚟做嘅。而呢隻 Courage 背後嘅造型都係同之前嘅 Venom 一樣啦，都係四件竹蘇件夾埋一齊。拆咗佢竹蘇件之後咧，其實背脊咧都仲有 Cream 嘅。呢個76036咧。定價就$12.99啫，香港暫時就未有發售嘅。好彩嘅話，你會見到嘅。如果大家喺市面上揾到，就留意囉。